你现在家里面的防晒喷雾不是 SPF 50 PA4 的家的话，我基本上可以告诉你说，你那瓶比我这瓶还要逊多了。哇，怎么那么嚣张啊？选样防晒喷雾，它真的超级清爽，它是有 SPF 50，然后 PA 有到四个加防水的。现在可以看，就是我这样子刚喷完，大家有看到吗？我的手上的水是水珠，它真的是很防水的。然后我现在喷我的脸哦。你们可以看哦，那个妆完全没有花掉，完全没有因为喷了这个防晒喷雾之后呢变得油腻，所以它真的是很干爽。倒着喷也可以，正着喷也可以，360度无死角，有一个隐形的保护的感觉。而且我现在穿白色的衣服不用担心，因为它不会沾染到衣物。我很怕那种防晒一上去，然后皮肤就没有办法呼吸的感觉。它不会，它会让你觉得皮肤还是可以呼吸的。重点是头发也可以，头皮防晒做好才不会老化。头皮不会老化的话，脸就不会垮。全透明，不泛白，不花妆，防水防汗，它没有润色。所以男生也可以用 MIT 生产的防晒，适合台湾人的肌肤，还有台湾的气候。线上没卖哦，只有否国家通路在 Check2Check 官方网站推荐给大家。